你对今天的话题你想说什么？解放军演习你怎么今看？天的话题我其实在你 call in 讲过蛮多的，但是我今天就提这两是新条。节目，OK，新新节节目的目，但台，是我这新节不目一就样。张晋老师刚才在开骂的时候，我补两句话，大家听听，注意。第一个，张晋老师没有讲到另外一个更要命的东西，叫做美国国债，这个该死的欠债大户，他们要准备干什么？他们当年在越战打输的时候卖掉南越，我告诉你，台湾就是那个可能被卖的献祭品之一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中国大陆收回台湾，随时都可以收。为什么？他一再演训，他是提醒你不要被那个欠债大户给骗了。结果言者谆谆，听者渺渺，他只好再演训一次，就像家里面的老父亲呐，这不听话的儿子、孙子一样。骂归骂，揍归揍，不会说下重手。大家看着，如果让解放军下重手，各位都不会太好过，就这么回事。那谢谢杰克，还有谢谢中天所的以，小编，大家晚安。对，所以你觉得解放军是不会动手，就对，他只是解做个放样军不子。是不会动手，他是用演训告诉你他会动手，但是你不要太过分。他是在警告，好，苦嘿。口婆心了啊。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，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，也因此，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。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，该怎么选呢？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。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，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。金三角全效配方，让肠道增加好菌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，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。每天一包，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。如果你也想尝试，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，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。每日克菲尔，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。